说，这个是他吃过全亚洲最好吃的 cheesecake。然后本来我们已经很饱，但是为了这全亚洲最好吃的 cheesecake， 我来试了。我要试一口，我也要试。他们说这个 cheese 天然不腻。Oh my god！ 我怎么感觉我好像来吃过？来来来，你来吃过哪种啊？它是不同层次的，哎，好吃哎。实在还不错，很可以，很可以。可以，加点，加点些放到一点点，就是那个，就是上面有点 Q Q 胶，然后它里面的汁真的非常多，然后再加上这个 crisp， 也挺好的，好吗？它这一瓶好吃，我承认了，我觉得是目前我吃过最好吃的。嗯。你讲的比较好吃，讲的好吗？一说哪一个会比较好吃？奶油真的很香，对吧？而且还有真的。结果我们两个在一拍，完全没有关灯，已经十二点零几分了。现在是十二点零一分，十二点零一分。那你要找你宝贝，我刚刚把手机关掉。我知道。吓死我了。